中国是有一些这种隐秘市场，我们完全不了解。你比如你毕业之后开始做一个经济记者，你这种调研的方式，你为什么那么想一直持续下去？对，很想从来没变过。什么感觉？你从来也不觉得想放弃，觉得疲倦？因为你从写作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缺细节嘛。对，那细节里面其实你商业本身就是细节构成的。对，那我毕竟不是一个经济学科出来，包括今天咱们见了几家，对你有新的感受吗？新的体验吗？我觉得第三家我是没有参加过。你也没见过这场面是吧？我没见过。什么感觉你当时？就快嘛。你们现在感觉到这三家速度是不断在加速。对，然后第一家是最结构性的。其实今天也是很偶然的，可能这样的安排吧。第一家很结构性，这个创业这20多年，他就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的。就你看得到那个台阶感，然后他也很享受这个台阶给他带来的突破和困扰。对，那么到第二家的时候，他其实是个风口企业，他这个就2014年开始嘛，就6年就挤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看那个到第三波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这样的嘛，因为那家公司才不到1年嘛，去年9月份才有的。就他这个脉冲，而且其实挺好玩的，可能是，在10几20年前，我们去看任何公司，都在全球可以找对标公司。在今天，从到百草园到七上，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了，已经。的确找不到了。就可能在欧美也没有一家公司6、7年时间里面，能够做到几亿美金的生意。在做我们一个休闲视频也没有，就他们得自己去想，而且中国的环境跟也不太一样。对，其实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见的第一个蒋小姐，我就挺感动的，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寻找自尊、自由那种一个过程，还是对，蛮感动的。对，中国这一批人，70后，甚至60后，都他们在经商之前没有任何的原始积累和知识训练，他们基本上的故事是可以重复的，可以被重复的。我认为今天起来我们见到第二波的人，包括未来第三波这波人，都是非常偶然被我们发现，成为了一个典型。其实你从40年角度来看呢，其实所有的变化都是两部分带来的。第一者是消费者，就是比如一个书店，就大家对书的认知本身、学习认知本身会改变书的很多业态。所以我们这里要把它变成一个亲子空间，而且它可以跟教育相关。那这个事情其实在20年前不成立的。第二呢是被技术，那我们去看那个服装生产线，是吧？它因为有了那台电脑以后，它可以让整个劳动效率提高30%，就是它基本上是消费者关系的变化和技术的迭代。过去到今天是这样，那么今天到明天还是这样。你看今天我们去看了几家企业，有2家谈到 5G， 它会对我们行业带来什么，那就说明技术的变革还在发生，就还没有结束嘛。那第二呢，就还是消费者，哪怕是个麦片，燕麦片，它会做一个不同的燕麦片。从商业角度来讲，整个进步其实并没有结束，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吧。很难想象一个90后的姑娘在网上一年可以卖27个亿的服装，那她还在变，对，他们还在变。这个是中国，我觉得商业挺有意思、最有魅力的这部分啊。我们在车上说你要写那个企业家和中国社会的关系，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下定决心来真的做这件事情？起码需要2到3年时间吧。那这个东西他们中间最对你来说最不好解释，或者说最让你着迷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中国这一批商人阶层在现代社会构成中，他们所起的作用本身是并没有被定义清楚的。像你看那个德鲁克在写创新与企业精神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美国成为了一个企业家社会。那第一，他认为是大规模的中小企业成为了国家产业经济的一个驱动力。第二呢，他认为商业所形成的很多逻辑和组织方式进入到了很多非商业的机构中，比如 NGO 组织和政府组织中去啊。第三，他认为商业推动了美国社会的阶层重构。那么如果回到中国呢，中国可能更复杂。那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他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或者公共对这个作用本身的这种模糊，或者这种极端化的，要么是极端的崇尚
财富，你反正你只要赚到钱了，你就可以当人生导师，嗯，对吧？还有一种极端呢，就是你只要赚到钱了，那你就是已经很堕落的一个人了。这种撕裂，你看在中国社会中非常多嘛。但是我们该干的工作，我认为还是要让从商者本身，他们为什么要经营商业的事情？你今天你也问了，我想你问了两个女生都问过这个问题嘛，对吧？就商业给你带来的快乐，你今天为什么还沉浸在其中？那他们其实做出了不同的解答，这两个女生都做出了不同的解答。那这些本身其实没有被格式化，嗯，现在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被格式化，就需要把这个事给讲清楚。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小的时代。嗯，我个人认为，就中国这几十年发展，还是给所有的观察者，至少在财经领域吧，在商业领域的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特别辽阔的一个背景。而且这个时代本身所具有的很多特点，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用美国式的或者欧洲式的进程来解释。就我们可能更。其实中国更曲折嘛，那商业本身又特别的繁荣，形成了我认为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张力和反差。那这个实际上是对思想者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引力场，但也造成一个我个人的困境，就是如果你在旁边，在那里旁边只在那看，就是你没办法得出真正的答案。我是这么在想的啊，而且没有这种感受，也没有这样感受嘛。但你真的进去了以后，你会被裹挟。你又没有时间来旁观分析，是吧？啊，对，就你没有时间很，这个，你觉得为什么？你也不行啊。我不行。没认识多少年了？他可能都忘了第一次。第一次我们俩应该是2004年左右，还在法国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应该是在尼斯嘛，是吧？在尼斯，尼斯嘛。我们俩在坐在海边，看着对面的加纳，加纳尼斯，对。我还问他一句，我说你觉得中国未来会怎么样啊？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不该我问你吗？我哪记得对呀，对呀，是啊，是啊，是啊，同样2004年、阿拉善，完了，我就记得，记得在那个月亮湖那边。哎，我觉得你那个就是愤世嫉俗，哎，什么都看不惯，这帮他妈企业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你们，对损你们的，对不对？你看，对对你看怎么样？让我的印象吧，是吧？这个是。实在不相瞒，这几天啊，我读书是挺勤奋的，是吧？准备现学现卖一下是吧？很简单嘛，你就拽你读过的书那书名，你就拽那些作家是吧？你拽三四个来讲，我不能不让你拽啊，我没法对应。你知道你以前写文章可不就是这样吗？是吧？天哪！真的太恶毒了！但我说以前啊，可不是现在。来接受你这个采访，我挺紧张的。有意思吗？两天过来。我从来没想我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对你的不了解，是你更多的感觉是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人生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正因为你短板太多了，要补那个短板。但是呢，你缺少这种扩张、这种动力的时候，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希腊的这种尚武的这种体育运动精神文化，身体到中国现在，除非说我有病了，除了我要减肥，他没有那种身体崇拜的。其实希腊传统有这个的，对身体的这种是舒展，跟精神舒展是一样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是这样。现在太实用主义了。嗯，你读 master 读 PhD 啊，都是为了职业啊，为了将来的谋生啊，真正的就是精神的追求。是是。哎，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 physical 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舒展是这种身体上的竞争，这种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排斥这个东西的。这个还是和我觉得是有家族有关系吧。嗯，家族你看，是我父亲来说，25000里长征啊，嗯，对不对？这样大迁徙啊，嗯，那我母亲锡伯族又是个大迁徙啊，这样一个民族，嗯，他潜移默化的对你的影响。那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田径，嗯，排球，嗯，篮球，足球，什么都爱好。嗯，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行。那就是登山山包，我那个骑，我是骑手，我代表的小组第一个把旗子插到山顶上。我只有在这个就这种户外的，哎，找到自我感觉，哎，偶尔玩一下叫找到感觉。谢谢啊，找到感觉，嗯。
那在那个时候我是就是觉得很自卑的，嗯，对我的个儿就都自卑的。 嗯我觉得这够，你因为你喜欢搞体育活动，嗯，这个困扰你多久是不就开始不困扰了，解决了这个？嗯，我看看啊，那登上珠峰之后哦，要这么久吗？那、啊、当然是真的，当然是，当然是，当然是，嗯，因为他一定要就证明了嘛。就说你，比如说你在事业上这些成功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这个体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啊，对，实际上人生来讲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事业上的有所成就呢，嗯，我小时候有很多幻想，嗯，一个是当外科医生，嗯，哎，我觉得这个是救死扶伤嘛，这太伟大了，嗯，再一个呢。福尔摩斯，啊，就侦探李昌钰是吧？哎呀，神探，当神探是吧？啊、神探，那就如何蛛丝马迹，嗯，啊，如何人一来一看身上就骗你哪儿的人、嗯，觉得这个怎么太伟大了，嗯，啊，甚至有时候做梦都梦见，啊，都梦见我是个侦探，嗯，啊，这样，嗯，但是从来没想我会是商人，我是个成功的商人，嗯，甚至我是到了这个，应该是到了90年代中期，我就甚至就是2年，出国去的。嗯，我就是过渡一下。那你想出国干嘛去呢？读书？哎，读书，还想去读呢。感到文化人骨子里是对商人的是一种鄙视的，更不要说这个房地产商人，是吧？刚才讲是吧？偏袒房地产商人是吧？成立万科来讲，我这，你看我那个搞那个，如果你查历史来讲，嗯，我那文化改造上市，我上市招股书上是搞录像机啊，嗯。搞技术还是搞就是这种，做房地产挖坑就卖地呢？我当然愿意搞技术。嗯，所以这个房地产是特异经营门之外呢，嗯，只有这个，一定会将来很有发展前途。嗯，它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嗯，你喜欢不喜欢不重要，只有这个，你才能做得非常非常大。嗯，因为这个大潮来了，嗯，给你这个机会你来做，那一直到50岁了。嗯。才放弃了，嗯，才安心说好吧，你就是商人吧。到50岁我才承认我自己的身份，嗯，所以我不认为我商业上成功，对你，那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嗯，我不认为，嗯，那就不安心啊。所以这种身份焦虑困扰你蛮久的，那当然是。但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东西被很多人开始认可了，成为一种？作为我来讲呢，我都没有敏感的这样反应，就去感觉就是外边对我怎么看。嗯，更多是我自己怎么自我的一种认知，嗯，这点我是清楚的。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既然你做，你得把它做好。嗯，你要做，你要研究它，就把这个世界城市发展史，嗯，作为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哎，突然发现说，哟，它这个学问是非常非常深的。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到这个秘鲁，嗯，是吧？你看那古印加城，你会发现非常巨石搭的，对，这个墙上，说严丝合缝的。有一个图案，嗯，一个狮子的图案，嗯，啊，就是那个不规则的石头搭出来的，嗯，严丝合缝到什么程度呢？嗯，你拿个针插都插不进去的，嗯，那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他用什么加工工艺？嗯，就现在的工艺技术也达不到啊，嗯，当然其中一种解释是外星人来的，嗯，对不对？要不就这个就没法解释呢，嗯，那你知道，嗯，一块的教授他人家是研究这个的，嗯，轻轻一笑就说了。因为时间，嗯，他说你知道吗？这是地震多发地带，反正只要这个墙不被震塌，嗯，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对，对不对？哗哗哗哗，越来越明，越来越明，它就在一个磨合过程嘛。嗯，这说的好漂亮，对对对，真是说是对，时间。你想想，你没，你可能是是不是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考察，这样深入来讲，你哪来的这样的知识呢？我只是举这样个例子，就。哎呀，太神妙了！所以到哪儿，跟你讲，说说看，什么原因？当时大家这都猜呀、啊，猜了半天，我也装着是那个吧？啊，这样一解释，哎呦，牛逼是吧？哎呀，就非常惊讶的看着我，是吧？嗯嗯，我打断一下，你说这个时间吧，嗯，比如你这代人，其实比如从80年代出到现在，这个时间是非常浓缩的嘛。你想从那个那么一个破的，突然进入这样一个中国的时代。这些房子，对，所这些所这些同行做的这些房子，随着时间，他们会变成什么呢？只是变成一个要被拆除的废墟，或者说只是一个非常速朽的东西吗？那这
所以然需要再了解，没问题没问题，是时间问题是吧？对，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是吧？对，还有时间，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得聊。但是你说的莫扎特这个弥撒曲呢，这个也挺严肃，也就是《罗密欧的死亡》。嗯，它是能文曲，是它是整个辉煌，嗯，是吧？快板，当然也有很严肃的这种悲伤的那个曲调。那整个来讲，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展示啊。嗯，你想来一下，我说平时，嗯，把那个哀乐来放上听，那不是你说你是神经病是吧？嗯。是吧？他那个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那就是他给那个曲调给你是什么悲哀来讲是吧？他妈我不愿意死啊，但是没办法啊，太可怕了！他是完全是不同的态度的，哎，我觉得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是庄子那种状态来讲，对这个死亡态度真的是荡然无存，是吧？那次那个。在珠峰，你不是有一次濒死体验吗？嗯，那次之后是不是听这个更有感觉了？会吗？他是这样，登顶，快登顶的时候，我他妈走不动了。嗯，啊，那个向导翻译说：“哎，你没氧了。”嗯，你想呢，8000米以上那就生命禁区啊，你没氧了。嗯，那这个总指挥的在那个7000米的位置听到我没氧了吗？那他紧张了，这不著名企业家都得死在那儿了。说还说你赶快撤吧。嗯。人到那个时候就很简单了，他们反正是没氧了，嗯，也到了这个高度了，嗯，你下撤也危险，上去再说了。嗯，登了顶，风雪交加，嗯，赶快撤啊。嗯，这个撤撤我就开始感到了，哎，我说怎么我的后脑勺发热，嗯，而且发热感觉是阳光照的，嗯，这不对啊，说这飘着雪花上，刮着风，哪来的阳光呢？但就感觉那种暖和的，从后脑勺到了前额，到了脸颊，哎，到了胸，哎，就暖洋洋的，而且暖洋洋的就是一种舒服感。这舒服感呢，就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愿望呢就是闭上眼睛，坐下来，非常明显感到，只要你坐下来闭上眼睛，那就觉得进入一个极乐世界，很美好，哎，尽管。你要进入那世界非常美好，你还宁肯我能受着煎熬，那差不多能持续了20分钟，哇，它挺长的，20分钟，嗯，哎，过去了，嗯，过去时候你又觉得风雪交加，哎呀，这个反而你觉得你这会儿这个痛苦啊，比那个好坚持，那个你就是为什么过去来讲什么叫糖衣炮弹啊？哎呦，你这真的体会到了，所以但是是诱惑特别强，真的强，死亡，它不可怕，甚至不但是不可怕呢，它很美好。欢迎下单 ，Captain。Hello, Captain. I'm Gail. 看到这种场景会渴望活得更长吗？会什么感觉？实际上人呢就是生命最不能割舍的不是这样哪些东西，青春呢，美好啊，更多还是感情，所以这生命的动物嘛，还是不要太长生命，就没有那种
美好的事物不断的重演那种，他重演就没有意思了。嗯，你同样的经历，就那很兴奋的，包括喝酒啊干什么，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很感觉你在第二次想找到同样的感觉基本是没有的，而且往往让你失望。嗯，所以生命的延续来讲呢，你担心你会成为多余的。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多余的。你生命它就是这样。你这么怕被成为多余的，不被需要啊？因为我想那个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嘛。你比如说，选上一种大马哈鱼，嗯，完成交配之后产子就死掉了，因为它已经它的使命完成了。嗯，它的后代不需要它的养育。嗯，是不是这一代人还是挺普遍面临情感上的一个，一个是其实是小时候也缺失。就这代人挺特殊的，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然后到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算时代的某种特征啊。应该说是吧。嗯。就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是跟他们不同的，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它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那八十年代创业的人呢不一样，那时候什么傻子瓜子儿啊、马胜利呀、啊，你会发现呢，文化程度都不高的。嗯，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是工农兵学院。嗯，自视来讲呢，我还是特别好学习，特别的追求。嗯，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虚岁33岁，当过兵。嗯，当过工人。嗯，当过工程师。嗯，当过外贸干部。嗯，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作为我个人的经历来讲，为什么要到深圳？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刚才讲了，我对自己有自卑。但你真正的，就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因为你个不高，你体育超不过别人。嗯，很多你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最大阻力你会发现，你在当兵，这个军队来讲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即可不愿意的。那这种意志个性，辞职是在军队，嗯，啊，你在工厂，你在机关，嗯，都是一样，嗯，都是一样。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做下去，嗯，我这一辈子是，嗯，是个什么样子？嗯，甚至追悼会是怎么开，我都清清楚楚。都想到是吧？对，是不是想到我的悼词是怎么给？嗯，都想到清楚。嗯，我还待下去干嘛？怎么给？你当时想到那天呢？怎么给？该怎么给怎么给？你说你不是你副局级了吗？什么那能怎么给、啊？标准的副局级导词，对不对啊？嗯，标准副局级导词嘛。嗯，说当然会不错，但是一定是很乏味的嘛。嗯，是吧？那而且那个哀乐你都知道，你非常不愿意的，但是也是这样来讲的，是吧？你这都想好了，你说我还在待着干嘛？所以我一定我要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第一年到深圳去，带着民工扛麻袋嘛。嗯。那民工不理解啊，你看我这城里人干得那么欢，也不像个犯错误的人，这不你凭什么跟我们干这活啊？你说我心里头就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嗯，83年，但是想做什么不知道。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嘛，自我经验嘛，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其实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嘛，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跟日本也不同，跟美国也不同。嗯，那本人家就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嘛。嗯，开始自己重新思考，自己是商人来讲呢，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过来的这些商人呢有不可比性。嗯，曾经一读到这个高岩的《红顶商人》，嗯，对，霍选员这个敬佩的五体投地。嗯。但是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关于管理的书，你才发现胡雪岩加上你要摒弃的。什么时候意识到胡雪岩这种方式不行的？应该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是意识非常非常清楚。嗯，就中国人就我们就是不信神嘛，就信人嘛，就是强者。嗯，原始森林啊，就是因为大家这个物种竞争都在竞争阳光、嗯，水分，直升往上升的。在上面的伞盖式的那覆盖，其实结果来讲，这种物种把其他物种全绞杀，包括他们的后代，嗯，包括他们的后代，是，哎，你后代也成长不起来，嗯，因为你很强，你就抑制后代，这毫无疑问的，嗯，哎，比如说我们来讲，30年前，
除了苹果还有一个王安电脑啊。其实结果来讲，苹果电脑现在成了几乎是第一品牌。嗯，王安电脑早就没了。对，就因为王安之后他的儿子接班。嗯，就中国的传统这样，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嗯，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嗯，我希望我打造的万科不是这样。嗯，你做着企业，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再走我的老路，再这样委屈自己在这熬。嗯，啊，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实际上，这些很多来讲就是受这个读这种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啊，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一个追求平等，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对于万科来讲呢，那我这是非常非常清醒的。嗯。应该50岁嘛，辞去总经理职务，就开始选择去登山，就有意识和公司就强迫自己，强迫自己。对，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传统有这种强者的情节，是你塑造你性格重要，当然是，那毫无疑问。所以你说你多矛盾呢？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对人是考验挺大的，毫无疑问。原来的追求当中呢，受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各方面的野心呢，典型的放大的自我，超我，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你会发现很多形成的一种关系来讲是没法弥补的。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来看了都是挺羞愧的。七大洲登完之后就徒步穿越南北极嘛，其中就有一个女队员，还有一个男队员是拖累，是弱者。因为我那时候正好要完成7+2嘛，其中那个男队员我就把他排斥掉了，但这个女队员呢，人家很有个性，你不接受我，我自己组队，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一个队员也拉过去了，那个队也顺利完成了穿越南极，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嘛，这个之后呢，当然我倒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这种姿态，怎么意识到的后来？刚才说这事儿是发生在2005年，等我意识到呢是10年之后，我滑赛艇滑了12年了，八人艇我也不和他们合练，到时候去了，妈老板来参加我们队伍上，给我留个位子，但真正到剑桥，人这就是人家剑桥的这个体育的一个招牌啊，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各方面，你都不如别人嘛，突然发现呢。你一进入这个团队，人家让你很舒服啊，因为你那是个弱者嘛，你发现人家不把你当成弱者。发赛艇精神来讲，就是本身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你太强了，它不单不可能是增加动力，它会滑偏的。因为那八足虫嘛，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那结果来讲变形了。对，所以你只有你太强，你要照顾别人。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他尽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和你协调上去。你突然发现，这是非常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协作，更多来讲是整体，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在这里融入到当中，我才体会到了，我整个滑了12年赛艇，我整个是个混蛋，我操！哦，那发现这个过程，发现过程中应该很多懊恼吧，很多那种自我反省吧，那种。它是个渐进过程，当你能意识到来讲呢，应该是倒过来的，你。一下觉得哎呦，你这个境界全变了。你就觉得是，怎么说呢？因为你也不知道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剑桥之后的变化，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可能是年龄的经历。你不知道。刚才你说这个，在哈佛有的人做作业那段时间嘛，最压力最大的时候，你快崩溃了，每天做到半夜，然后早上那一天一天都24小时在熬的，简直是觉得就是明天都熬不过去了。如果事后总结来讲呢，觉得那真是如入炼狱。怎么邓珠峰再怎么难登那么长，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什么炼狱。但真正的感到煎熬啊，熬不下去啊，是在哈佛。那2年半对你，除了这个对自我认识的改变，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你觉得大吗？知识结构上的改变，两个方面吧。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这个逻辑训练，嗯，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逻辑训练，就是他上的、嗯、我选的很选的本科生的课，嗯，比如你像这个曼昆的基础经济学呀、啊，嗯，像那个桑德尔的这个论正义啊，嗯，对你的思维逻辑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在另一方面呢，就你比如说对西方这个宗教的一个认识，嗯、你比如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他们怎么会信？真的是。嗯，有一个绝对权威的上帝存在，那古人是这样，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到现在这么的高科技的发展，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那他们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你的疑问点是在这里，所以你也带这个疑问点想了解他们那个思想认识啊。嗯、很快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嗯，就意识到了，更多是绝对权威下的大家，每个人没有权威的。嗯，那说在才有着平等思想，嗯，说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嗯，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几乎每个礼拜，你都会感到啪的一闪亮，就哎开这个窗户，哎呀，就那种、啊、哎，就那种被照亮、被启蒙那种感觉，对，被启蒙那种感觉，哎呀、啊，如果没有这个，你说我这大点撑不下去了，哎，我得苦逼熬，我熬什么呢是吧？是我得熬什么呢是吧？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多的建立在某种成就也好、某种扩张也好、征服也好这种东西上，是吧？原来的追求当中呢，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嗯，这你曾经有一段这是你的目标，嗯，大是个结果，你不能把大当目标，嗯，大当的目标它一定结果很糟糕，嗯，因为你为了大你会不择手段，你为了大你会来把揠苗助长，嗯，我们长期一直保持第一位。我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已经从第一变成第二、嗯，第二现在变成第三。不要怕我们被同行超过。嗯。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的。嗯。这么多年，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很快就不行了，是吧？哎，都很快就不行了。因为万科已经很大。嗯。他要超过万科，他一定要变形的。会失控，会失控。哎，他失控，你不能他失控，你跟着失控。嗯。这个道理很简单。嗯。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的动力跟以前比是更强了，还是说还是它是不同维度啊、嗯、再换个维度，嗯，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微软，嗯，成了首富，嗯，他现在突然说是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嗯，你说他是停止扩张了吗？另一种找个另一个维度，在另外一个维度，嗯，是吧？就是我不是赚多少钱，嗯，因为更进入人的内心啊，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嗯，那对你来说呢？我觉得要从这个解释，这个进化心理学上来讲，那是一样、嗯、较量嘛，你登珠峰是一种较量，嗯，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华赛点子不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嗯，或者说其实扩张和征服本身真的它只是很短暂的给人带来满足感，不能带来一种充分的一种支撑，是不是？如果停止征服、停止扩张，你就觉得很焦虑了。嗯，啊，但是呢，你缺少这种扩张、这种动力的时候，我觉得，就这个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我对知识的兴趣，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你可以这么自足吗？你觉得？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了。嗯，很难还是吧？这个不是很难来讲，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嗯，我还没想到那样。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他有一个很小的世界，一平方米的桌子，他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或者对。嗯，他这个我应该说是达不到那种状态，嗯，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那个状态来讲，他需要他有他那种技能的，嗯，我没有那种技能。这种技能跟很多时候跟自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嗯，他你得所谓的技能来讲还是这样的，就是你有资格那样去做，嗯，你比如说，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嗯，那没问题，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嗯，那我相信我的思想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是有用的，嗯，即使没有用，我也不会后悔，嗯，我没有那种能力，嗯。开始之前那种感觉啊，我靠。耶路撒冷是神的世界哦，真的是有神性，就是我在海上感觉更强烈，这是吗？对，我觉得反而这是人的世界，是吗？嗯，我反而觉得是那种上古之初那种感觉，因为那个耶路撒冷那边还是有历史的嘛，这几多少年战，这是无历史的，妈的多少亿年那种感觉。这么牛逼啊！回到了昨天我们没展开那个时间的看法。嗯，之前小时候成长是一个我们是去除历史、去除时间的一个过程。对，历史变得非常短暂，就眼前这些事情。然后你到了深圳创业，变成时间就是金钱，嗯，效率就是生命，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对，到现在进入这么大的舞台。这个时间又是个压缩的，嗯，但是你现在又开始思考长限度的时间，宗教也好都是很长限度的，你在想你现在第三个33年嘛，也是时间的问题，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呢？你的跟你的生命的关系，跟你第一个理解呢是这个时间上来讲，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嗯，是生命是很短暂的，嗯。那你正好遇到这样个时期是很幸运的，清清楚楚记着的就是万科规划第30年的时候 CFO 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预计未来10年之后1000亿，嗯，啊，这时候公司的规模得在90亿是吧，这要规划10年之后1000亿，我当时看我说夸张也不能这样夸张啊，是吧？是吧？对不对啊？我说怎么20年是吧？才到了是吧？90个亿，嗯，怎么10年之后1000亿？嗯，我说你怎么算出来的？嗯，我说你不能这样的大跃进的，不能在再让成倍的增长，它不是成倍增长。嗯，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过去经验来讲，就平均的增长35%，20年之后90个亿，那么10年之后1000亿。我说我们现在增长，我们不可能一直35%吧？嗯，他说不是按照35%。我说30%也高啊，他说不是按照30%。我说那你们按多少？都按25%。我吹牛。实际结果是多少呢？实际结果是2000亿。嗯，7年就完成了。哎，嗯，按10年之后2000亿。哎呦，给我震住！我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呀，说我这是可以做到的呀，就是持续增长，你不要增长很高，持续增长的可怕。嗯，就是这样，不到100亿，持续增长25%，就是1000亿，10年，2000亿，还2000亿嘛，是吧？它就是快速增长。那快速增长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快速增长如何保证质量？嗯，也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发展来讲呢，说有先天不足，嗯，就是太过重于依赖于香港模式，嗯，而香港模式来讲，更多的就是依靠土地，嗯，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土地财政，那这样就带来呢就是相当一段时间呢，反正谁能拿到土地，
谁就能赚钱。嗯，你只要拿到土地，就在那就非常扭曲了，整个对对，就非常非常扭曲的。嗯。你这种谨慎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它不叫谨慎，要说挖坑就赚钱这种诱惑很大嘛，就是你要保持这种平衡感。这样说吧，性格中的一部分嘛。他是这样说，实际我这个人挺马大哈的，我是挺马大哈的，不是属于那种很细致的人。那我说为什么超过这个25%利用不做呢？因为我做过超过200%、超过300%、500%的。这令我都做过，比如当时贩卖录像机，我做过，而且很得意啊，你看我要赚这么多钱，你看我说把握来讲，我投机过呀，但正因为你这个利润这么高，大家都来做，这不是你特许经营，只有你来做，大家都可以来做，那可以说这个200%的利润就从200%降，迅速缩减啊，现在50%、40%、20%、10%。5%，你才发现，你培养了个团队做200%利润的这个团队，利润降到20%以下，他根本不会做。我是83年到深圳，84年成立万科，到了92年，我算了个账，我就做这个录像机，是赤字。哦，最终专门是赔是哎，最后来讲赔了，就是赔的啊，就是你把赚了钱全砸进去了，全砸进去就是全砸进了，还不够，就是你一直在个道理，这个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怎么偷机赚的钱，都还回来，你得还回去，还回去，所以我不认为我很聪明，但至少我是聪明人。什么叫聪明人呢？就是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后来不是之后又开始炒股票什么的，我都没被诱惑。这是我1992年我说的超过利润25%不做，是那种情况说下来的，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并不是我有崇高的一个理念，并不是我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的训练，不是的，现实的经验带来，现实的教训的，哪是经验啊，我最后都是吃子，就是这样。再一个的模式来讲，就是搞着如何来和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就等于你总是对未来有一个判断，有一个赌博。刚才讲了说，你要搞规模，要保证质量，你必须搞住了产业化，你才能保证质量。说第二个，如果未来这个世界是讲环保、讲生态，你到那时候不讲，世界讲了，你来不及的。并不是我特别特别这边纯洁，我就要搞这个，我真的有现实考虑，按照现实考虑，说你来不及的。所谓搞绿色、搞环保，那不但有那个责任心，还得增加成本，是吧？这会儿正是利润比较好了，你增加成本是比较容易的。你将来竞争比较厉害，是吧？你的成本你再增加来讲，你很难的。挖坑就能赚钱，你还搞什么绿箭是吧？什么绿箭、那我想，那这个就是一个你着眼未来和着眼现在这个区别。昨天你说过，你说你一开始是个勉强的一个地产商嘛，做商人。对。然后你90年代初时，你意识到就是建筑，包括这个造房子，它跟时代的精神状况特别密切的相关。对。对，我比如好奇，未来人怎么看？比如过去20-30年，我们建了那么多新房子，开展这么多东西，它怎么能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建成这样，我们理解他们是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我们看到过去的庙宇，看到过去的这种四合院，或者是那种苏州园林，你感觉到是中国的那种精神状况。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稍微远距离的看一下现在的中国，它就是一群面目相似的嘛表现，会怎么觉得？好，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总是有个困惑，说我们现在是千篇一律，对吧？对，什么都是一样。那实际上你到一个城市来讲，你会发现不同的这个层次感，但实际上在当时来讲呢，也是千篇一律，只不过现在留下来，你会看发现不一样。对，他们当然也很讨厌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墙嘛，就很烦，都一样。所以你觉得不是什么太实际上就是这个千篇一律，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历史来讲呢，它保留不下来，它一定会淘汰的。这个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啊，特性。
但第二个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啊，中国呢，到上个世纪最大巨变就是革命，那接上我们就建立新中国，你看我们又来学习的是苏联，嗯，简单来讲嘛，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文明进程的断掉了，改革开放再重新这样开始，嗯，到现在呢，你一定要创新，又要同时，你必须要和本国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那我原来我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它是个拖累。但真正到时候比较，你才发现，你喜欢不喜欢一回事，你了解不了是另外一回事。你不了解，你怎么来进行比较呢？其实之前的历程是想逃离中国这个，是这样，是吧？是这样，是这样。到现在你的发现来讲，是你不能回避的，你必须去面对。那你发现它的魅力了吗？啊，那当然是了。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吧，那你就是又回到春秋战国，你突然发现，哎呀，你对墨子简直喜欢的不得了，这么迷人啊！现在来讲呢，就是那是他们是最这个符合那个科学原理的，科学原理和侠义精神都这么显著，当然是啊，更多的创新精神。说这个在现在我们就缺这个东西呢，是吧？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啊，是吧？嗯，你这个以前来讲就是把它完全，你会发现年轻人呢不仅仅是在像西方的模仿，而且有自己创新的东西，而且非常明显感到他的很多这些创新这些做法来讲，突然你感到就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超女选秀，嗯，那我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嗯，哎呦追看啊，是吗？哎呦，那个对我冲击大了啊，真的，说说看，说为什么追看呢，是吧？你会发现，我说这个竞争啊之间这个关系啊，这个因为我想着竞争，我们32岁到了深圳之后，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竞争这个成长起来的，那真是那么惊心动魄，是吧？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嗯，就没想到怎么这唱个歌这种 PK 方法，是吧？就是你比如说12个人，嗯，是吧？完了唱完了比下来，就是往那一站，就该宣布哪两个要被 PK 掉的，啊，是吧？谁被 PK 掉了，就把他的写好那封信拿出来就念，嗯，流着眼泪哇哇流着他妈的念啊，这么直接。哎呦，我他妈的受不了啊！我就想着，如果是我的女儿站在那里，会怎么样？嗯，我真他妈，我想着这个他妈的父母，他哪受得了这个？更何况他本人。嗯，哎，我突然才发现，哎呦，我说这他妈80后，这是独生子女，嗯，比我们强啊！啊，他们商品社会就看广告，就是吃着麦当劳，成长起来的，哎呦，和我们真的观念是不一样啊！嗯。给我刺激特别大。再一个，你感到是，实际上我在这个2008年度过我那个危机啊危机的时候，就开始对80后的重新认识，重新来对他们解读。去年的万宝之争最不确定的时候，你是不是那是你的至暗时刻？我说那个不是我的至暗时刻，我至暗是2008年的时候。那我人生历练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吧。包括回到2008年，我还好奇，因为你当时说那个事情，你现在真的后悔那个决定吗？经历来讲呢，那是弥足珍贵。就是原来很欣赏你的同行，现在都非常明确的，就是抛弃你。一天50-60万个帖子来，指着你祖孙三代来骂呀，挖你祖坟来骂呀！你为什么限制我们不让我们超过10块钱？你看年轻人，你实际上那时候万科已经是60%的是80后，他一定来说你董事长怎么能这样说呢？很明显感觉他们的眼光的一种困惑，一种委屈，就好像你不应该那样说。发生没两天，就是马云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还说10块钱，马云说是1块钱，但是意思是一样的，要就是说，不要当成负担，不要比捐多少，那肯定那个舆论哗就转到他身上去了，但人家3-5-2处理了之后，又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管理当中紧急公关处理呢，应该说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但是没有采取。不但没有采取来讲说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认错？作为一个内心的
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很强的人，嗯，你害怕那种个人跟整个时代的完全相逆吗？因为我们受的所有的教育里面，你很多个人英雄主义是跟时代潮流是相逆的嘛，对，逆潮流。那种孤立的嘛、嗯、因为他当时孤立，但他后来成为了某种被铭记的人。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嗯、说这很有，对我来讲呢是一种，第一感到非常非常孤独，嗯，第二讲呢是挺悲愤的，嗯，第一个孤独来讲，所谓刚才讲了谈到八零后， 嗯你自认为他们同代人和自己不理解他们啊，我自己已经理解他们了、嗯、但是被他们骂，嗯，这点我不感到突然，嗯，那顶多来讲是你对互联网的这种特征，嗯，不习惯啊，不习惯那面，不了解那面、嗯、刚刚感到悲愤的是什么呢？你也知道那是已经到了砸这个麦德龙，嗯，说让他捐，他没捐那么多、嗯、表示上不捐，哎、拒吃麦当劳，嗯，也就是说真正愤怒转移到万科专辑身上来讲呢，你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嗯，当时已经有人劝我，你是不是避一避？嗯，我是准备，我宁肯被乱坑打死，我也不会避。嗯，当然这种事情呢是让我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在这社会当中我一个位置。嗯，现在社会当中，大家是一个什么思想状态？你想过吗？如果生命正要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铭记你吗？你会想这个事情，你会希望什么角色铭记你，或什么事情铭记你？我没有这样想。真的没有吗？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这么强的一个人。哎，那是这样啊，以前呢我英雄主义很强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想，因为我想那是未来的事情嘛。等到我来得及想来讲呢，是我已经形成相当来讲，我说结果不重要，嗯，所以你要活着你就要健康的头脑清醒的活着，嗯，哎，如果你真的是你不能是这样，嗯，你最好是安乐死。你的孤独感比以前减弱了吗？至少现在是没有孤独感，感到很多来讲又开始接受你嘛，嗯，当然并不等于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受你，嗯，啊，只不过是因为很多某些方面他就是非常强烈的来暗示你，嗯，那你是那种感觉嘛， 嗯至少你至少你承认了错误，表面上，无条件道歉。很多人说你用道歉不用道歉，嗯，因为但是你作为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嗯，那当然你要无条件道歉是吧？嗯，难道不是吗？嗯，难道不是吗？嗯，对吧？嗯。就是孤独感呢，第一点实际上你就是对死亡的一个恐惧和规避。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原来说很多人对你的不了解，是你更多的感觉来讲是你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而这种不了解造成一种孤独感。这个2008年之前，那因为通过差不多10年的登山嘛，嗯，哎，解决了对死亡的一个恐惧的这样一个平衡嘛。2008年之后到现在，尤其是2011年到了哈佛之后，整个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如果愿意去拥抱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接受你的。所以你说这个孤独感呢，也就觉得你就是更多来讲让你更多的惊喜，嗯，或者你更多的给你来另外一种的喜悦，嗯。我觉得这几年你真的没白折腾自己、啊，没白折磨自己啊！对，我觉得那个训练真的蛮好的，是这样，特别好，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在哈佛再生、啊，对，
因为那些时刻还是很多跟外地有关系，但那个哈佛那时刻只跟自己的一个，那只跟自己，你骗不了自己说。谁说过这样的话吗？说你不放心，托斯卡是吧？不知道，你现在开始拽了，啊、不是？帕斯卡，帕斯卡，帕斯卡，帕斯卡是吧？帕斯卡，我知道在他面前你就，你看我就说错了嘛，是吧？是吧？我就说他一说，哎，他不知道，我就知道我说名字说错了，帕斯卡是吧？因为你要信，你就按照那个生活方式。对，你不信，你不是那个生活方式，你一定是损失的。所以真正的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的教训呢，不是别人，不是外面，就是你自己。嗯，当时的感觉里边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像我是个老机器，嗯，好长时间就不开动了，突然呢就是咔咔咔把它开动起来了。嗯，这个结果很可能咔咔咔咔噼里啪啦就什么的就碎了，是吧？再一种呢，咔咔咔，再上点印花油，就开动起来了。说到这个剑桥。你知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吗？我在那儿丢了两辆自行车，但是这不是最深刻。最深刻的是我的第三辆自行车，自行车那个座呢，被人家拔走了。因为刚才讲了，剑桥是一个自行车的尺度啊。对，你到哪儿了都是骑自行车呢，一般你去的地方都不会超过15分钟。但是你要走，那得半个小时，没有坐那自行车，我也得骑。你想想那是什么姿势是吧？坐那是个棍儿，是吧？那你骑上，你肯定你不能坐上去啊。对对，坐那你像呢，你就是骑着当时你要怕又怼着那儿，你就知道这个，是吧？那个姿势多难看了是吧？心里在这边，我就一直在一边骑着一边很他妈的生气啊。一般就撇着就是说有停自行车的地方，看有没有类似的我这样的自行车，我也可以把那个座给它拔下来。但是你知道，你一边骑一边走，那是，毕竟那他妈有停自行车的地方，自行车棚那都有光嘛。那有时候它也不是没人呐。反过来讲，就如果没有光，如果也没有人，我会不会车一靠，一拔，拔下来那个铲子，那就是偷窃行为啊。你看我一直表现，一直跟你表现当中，我多么高尚啊，是吧？我多么自律呀、是吧？我多么严厉律己呀、做别人的示范啊！我才发现，人要犯罪啊，就是一念之差。只不过是一个平衡，真正平衡难受的时候，就有的是一念之差。啊，你不是问的邓珠峰我什么感觉吗？啊，那个到第二台阶的时候，那我就准备，只要前面有一个往扭头走，我就跟着回去。真是没想到，你盼望的。这个情况没出现，那就是那个没有出现奇迹是吧？是吧？一个坑坑吃都不能往下爬，那轮到我抓硬着头皮上去。这人呢，就是哪有那么伟大是吧？哎，你成功，你只不过就是更运气一些而已。